叫你宝宝宝，一天都要宝。爸爸要宝宝。哎呀，明天放心情了，我终于可以睡个懒觉了。看我们村里面的这个天然气管子已经买好了，在外面也是。这里是向大伯们他们那里去的，然后过几天，燃气公司的人要来安那个表嘛，然后表安好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使用了。这几天我在想着买个那个灶嘛，但是我也没买过，我也不知道哪种好啊。干什么？我过来去。我现在要跟你们展示我的车技到底有多好。我后面还要发电呢。看慢点了啊，把衣服穿进去一看。开慢一点哈。前面，来看外头。我想在这里。哎，往下边看呀。我想选钱。我快点，好。转弯喽。转弯喽。转弯喽。看到前头，转弯。